对这套的评价，其实我觉得还是蛮好的。对，其实上身效果会比较好。对，但是就是码子问题。对，扣分，这要扣分。但上身效果好就棒。那、我是我刚刚偷偷试过啦。真的吗？那你穿得下这个裤子吗？不那什么？这是我们今天早上赢得的饼。因为你们自己试过吧，那只有大海给大家。因为只有五分钟，来不及了。然后要不要换下一套啊？好，换下一套。哇，还蛮帅的耶！超邋遢，超邋遢。觉得感觉。我好像是那种中学的时候，然后翻墙头，好帅的流氓啊！流氓，我管。对，班上最差的学生坐在最后一排最边边，然后从墙头翻出来，然后衣服边还挂到了墙头，超邋遢的一身打扮，应该说是。然后桌子那个里面永远都是乱七八糟的，还粘着鼻涕呢。连鼻涕都死去了，真的是。这个是你弄的吗？这个差评。对，本来说是只要是朵朵弄的就差评，但是你朵朵那么邋遢，夸差评，真的是。我觉得我中学老师真的是带我过来也不容易，而且这套就是那个衣服很大。裤子超大，对，其实我手一直在拎着我的裤子，然后我现在手一出来，它就滑下来了，对，就没有裤子了，对，就很可怕。里面是条蕾丝的打底裤，害怕，好笑，前辈。对，然后这套，对，我现在这套我已经深入我心了。我们是情侣衫，不可以，你看他又疼，不可以，我刚刚都没走，看你也抱着。谢谢大家。对，今天我们打算通知大家一件事情，这件事情就是我们走出了四一间，我和红心朵两个人一起走出了四一间，对，就这样，没别的事情，不要。这件事情感觉也很糟糕的样子。我总觉得是不是外套不要比较好？外套不要。他很喜欢里面那件毛衣。哦，我也很喜欢。有人说你很喜欢。我也外套，其他人别外套。你不觉得很热吗？对，我真的觉得很热。其实吧，这套是我刚刚穿过，那套很不合身的，然后再穿这套，超级合身。看见了看不见的瞬间的永恒的尽头，长了那些表演。哦耶。真的很热。真的，你看到了吗？你没有发现我一直在冒烟吗？看到没？后面冒烟，正在冒烟。哇！这个就是一般款，是的，感觉曲终人散也可以跳一跳。哦，这个裤子感觉裤子挺好看的，哎，你转过来，亮点实在，对，好可爱，我喜欢。我先穿一条黑色的，我觉得这是个污点，但是现在看还蛮可爱的。真的很可爱，如果你不细看的话是看不到的。我觉得这是挺，我觉得这个一般般，这个裤子就是。怎样？就是怎样？就是凸显不出前辈的气质。是这么长的。对，但是没想到穿上去，对，然后就很高，对，可能是因为我腿太长了，没有办法。是这样的。不要这样子嘛，一只狗为什么要嫉妒人呢？对吧？啊，其实我个人觉得的话，就是那个挺一般的。哪套最深入人心？我觉得就是你最喜欢。我觉得最深入人心的那一套就是很邋遢的那一套。